很女王风，而且她穿这样也太美了吧。列队欢迎，列队欢迎。Hello。大齐他眼光都变了。小心点，全部的人都看着他走，压力好大啊。Hello， 好，女生高跟鞋，高跟鞋，哇，哇 ，Oh my God， 哇，哇，也是美女，对，这个也挺美的，啊，好甜哦。还会有吗？真的有。那表情。哇哦！真起来了，咱们就来。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。是什么餐厅？哇哦，大家都单独约会啊。哟，钢琴。钢琴是谁啊？哎，这有八个座位啊。今天我们这个晚上的聚会是为谁而设立的？没有弄明白。他们为什么又要集合？哇哇，这好棒！哇哦，哇 ，amazing。我这还要弹钢琴唱歌的是吗？天哪，我们这都能走过去吗？哇，啊，我知道，会不会要迎接新的人？啊，真假的？是加两个男生进来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咱们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在想是不是会新嘉宾？我的天哪，这样迎接啊！哎，可能真的是啊。请坐，请坐，随便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是不是两个位置留的穿插一点？可以，都可以。怎么，什么个意思？就是把最后两个位置留的中心一些。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那就把中间两个位置留给两，就空出来嘛。就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好了。对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就空那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嘛。等一下，所以六个男生都在。对。然后本来女生有五个，现在变四个了，有可能来两个女生，让我压压惊。坐的位置很有趣，刚好，刚好，俩八角。哎，咱们有人会弹钢琴吗？我不会。哎，但你们屋是不是有钢琴？所以肯定有人会弹钢琴，只不过还没出现。哦，有道理嘞。哦，所以有可能等下出现的女生弹钢琴。嗯。所以肯定有人会弹钢琴，只不过还没出现。啊？是吗？哇！紧张了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谁？真的是女生吗？看 look 的笑容，应该是哎。哎，哇哦！但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应该是新人吧。哇哦！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，整理什么？可请问，所以他们也并不知道啊。那女王风，这家穿这样也太美了吧！列队欢迎，列
总压力好大、啊。什么程度？大家好 ，Hello。我坐哪里？你笑什么？啊！那我就要不坐边上吧。啊，别啊！你来往中间坐一点吧，中间坐一点。啊，行行行。小眼神又开始了。来来来，倒水倒水倒水，我来。大齐说：“哎呀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，都要发力了。”谢谢。手牵手。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刘祖君。刘，祖国的祖，君子的君。刘祖君，那我们叫他一直在重复。谁跟你我们呢、啊？真的是。我们叫君君。君君可以，嗯，对。君君啊。大家都叫什么名字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曾昭浩。嗯，我叫王凯志。王凯志。你好。小侯侯卓成。OK。孙敬君，叫小孙就可以。你好。啊，陈敬奇，叫我大齐就可以。行。Luke L U K E。一个也没记住。这样子会蛮印象深刻的。对，女生也很挺可爱的，大大方方。对，没事，一会儿再介绍一遍。好的，慢慢熟悉一下。重新来一下。所以你们进小屋多久了？半拉月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马上回去吧。太有戏了，曾哥，你的戏太足了。这是最后一顿饭了，森哥真的好开心。大概多久？差不多一周吧。那你最近上班忙吗？还行。每天大概几点？我跟吴可，我们俩比较早，我们俩6点起床，六点二十三十起。太多了，今天让你开，我过去，再给你信息了。他俩一直在私聊啊。还是你先让我们先开你的，对。快来，那我们溜个彩排。大齐才开心呗。我的天！没有信息吗？我这样子真的很难猜耶。做广告的吗？主持人，如此沉默吗？没有一个答案吗？思考。
给个提示，其实我有一个主业，一个副业。博主不算博主，教育感觉有一点点像老师教育。你好神奇，猜对了啊！猜对了。哇，大奇，你真的观察力不错啊！你好神奇，猜对了啊！中了，中了，这都没想到的会猜对，哈哈哈哈！我做教育咨询嘛，哇，就是主业是教育咨询师，哎，还得是我。教育咨询，你是做留学那方面咨询的吗？还是对，然后我方向呢主要是法律方向，因为我是学法律的，本科研究生都是法学生。法律。刚才想说留学咨询，我也咨询一下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他们还不知道彼此就是同一个学校，但可惜不是学法律的，法律之外、啊、没有其他方向也可以、但是主攻是法律方向。太好了。为什么今天孙哥笑得这么不一样？有有有，小孙你不要真的想问然后电到别人好不好？你这立场很鲜明啊。他是真的想问，但我很怕就是他不小心发不小心漏电。对呀、啊、因为我们小孙也不是故意的呀、啊、然后副业的话有没有人再猜一下？副业跟艺术相关一点。艺术相关，副业跟艺术相关。 model 唱歌。哦，钢琴，弹钢琴呢？钢琴老师？不是，算是吧，就是自己平时会弹琴，然后写写歌这样。啊，这么优秀合理吗？太优秀了。谢谢谢谢。没有没有，确实是浅谈一下。以前我像我们这种，就比如我个人来说，我属于那种浴池歌手，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学的。澡堂的歌手。你要这歌声的话，我在房间都不敢唱了，属于那种。真会哭，哎呀妈呀！还得是你。没有没有，不要有压力，随便唱，真的。然后可以指导一下。哎呦哎呦，哦对，可以教你，可以教你。哎呦，哦这可以。我也好想学。如何？可以教大家发声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已经回过小屋了吗？我没有去过啊，我今天你猜猜你会跟我们住还是会跟他们住在一个小屋？你猜猜我会跟谁住吧，因为我已经选完了、哎、是吗？嗯，你还有选择的机会。是的是的，你还有选择的机会啊。是的啊。啊，他有的选。哇，男生们都惊呆了。没想到吧。那我猜得很清楚，他肯定选了森林系的601。又猜对了。我是猜对了。错了就是。哦，602。对，哇，那他开心了。更开心了，猜错也很开心。他愿意错，他这个错得很愉悦。哎呀，哦，他能看到男生，天哪！哦，他是看男生信息选住哪里的，他不是看房型，他选的规则跟之前嘉宾不一样。哇，
那就说602一定有他喜欢的男生。对对对，哦，完了，不会又是小孙吧？不要喜欢小孙，他很忙了啦。他没有空，真的。他被他最出现了。对，不要白忙一场，真的。大旗不错，又可以。好用。大旗是吗？对，大旗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感觉你像主持人。哎呀，他也对大旗有兴趣。嗯，还真是，真是有点意思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贴点边儿。真的假的？要他干嘛？是不是看过他？我完全没看过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气质有点像播音。是是是，他声音不像播音员。他不像，他应该是。要不就是金融，要不然是法律，我会猜这两个。也贴点边儿。这边我觉得可能就像学生。答对了。哦，这边可能我觉得金融行业。你接着猜，接着猜。All right, 又猜对。这边感觉也很小哎，也像学生。哇厉害，他都猜对了耶。感谢。教育咨询行业确实比较厉害。这边金融业，我猜。好可怕呀，他都能。你很强啊，都猜中了，真的。你是不是看过我？你要看我，太准了吧！我是猜太准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他看人好准啊！除了大旗。哦，是吗？你所以你是什么行业？就是体育行业，对，我是乒乓球运动员。哦 ，OK。你猜猜他们两个学校吗？我最喜欢他们这个。嗯，有意思，最有意思。吃瓜吃的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我在五道口。你要是说你在五道口，我不是猜清华就要猜北大了。大旗也都猜出来了，哎，都猜出来了。继续。你猜我们俩谁是哪个是哪个？对 ，OK， 快猜啊！那这边是北大，这边是清华。哇，厉害！真的很强哎。是的。他的观察力很好哎。好佩服。我也是清华校友。我觉得陆跟大旗两个人很直接。谢谢，师姐好。对，但是你是几字班的呀？七字班。我是三字班的。嗯。但我们相当于同时在学校已经待过了。没有吧？我本科毕业我就出国了。那就前后者。饿了，准备吃这个。咱俩吃那个，这原味的。OK。哎，上菜了。哦。哇哦。是没有另外一个女生了。哇。哇。哇。先吃吧，咱们。可以。应该不会有人来了，我感觉都这么久了，咱们一起吧，没关系，来吧，吃吧，嗯，喜欢，非常从容，你是现在也想出国是吗？
后面读博可能想出去。哦，可以。不知道能不能读下来。我怎么觉得来了一个人？又来人了，还有新人。啊，真的吗？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，男生？不，女生。来了，来了。哇、wow。女生高跟鞋，高跟鞋。哇！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哇，也是美女。对，这也挺美的。啊、oh ！好甜哦。会有，还会有吗？真的有。他们的表情。哇哦！那就来。别在。Hello。Hello。我先看一下路。所以现在男女平衡了耶。六个男生，六个女生。得看这个女生是在哪住吧。对。啊。好好看啊、哦。小心，小心，好。大清，冷静一点。哎好了。小心点。所以我坐哪呀？那好。Hello。接水去了，接水去了，还没有拿回来。我问问厨师好没好吧。你是小生的，不是这个女生来有点危险。我觉得两个都是吗？都很厉害的感觉。好，先，好，倒杯水。来，给你倒水。谢谢。大齐怎么老在负责倒水？要不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要不从卢可开始。啊，你好，我叫卢可，然后我是金融方面的，然后北京人，差不多这些。啊，我叫曾昭浩，然后我是也是做金融的，我是金融分析师，我是四川人。然后我叫王凯志，然后可以叫威廉，然后我是北京人，然后我在四大做咨询。我叫侯卓成，别叫我小侯。然后我还是学生。怎么感觉像默片呢？但这女生真的比较安静，而且感觉好古典哦。我叫孙静君，别叫小孙。我也是学生，然后我是河北人。他会那么惊讶，是他年纪比较大吗？我叫程俊奇，叫大奇，我也是河北人，然后我是乒乓球职业运动员。啊，我叫刘祖君，祖国的祖，君子的君，然后我是做教育咨询的，来自北京。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了。太好了，你跟我一起。你说我们这儿谁最小？他俩都是学生，可能。99，哇厉害！那你觉得这儿谁最大？我最大，
哦，这样啊，这是高情商发言。我是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比较大，因为他听到别人是学生的反应，对，就比较像我听到别人是学生的反应。对，因为我是95的。哦。啊。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能是年纪比较大。我那跟你确实没有看出来我。就我也。我给你兜着呢，我94的。哦，他最大，比你大一岁，两个姐姐。没事，我给你兜着呢，我越来越大。对。大齐干主持吧。还得是大齐哥呀，还得是我们齐哥。我叫杨汝琴，杨是木易杨，汝是三点水一个女，晴天的晴，杨汝琴。我是在互联网公司做品牌营销。杨汝琴，好温柔的感觉，可能一开始比较慢热。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，互联网营销策划。好奇他选的房间。欢迎。然后我是白羊座，3月21生日。哦，很好记。那还挺巧的，跟我们屋一个朋友差一天。嗯，跟谁啊？谁啊？依依吧，她不是3月22。哦，依依。哦。哎呦，你瞧这说起来，依依。依依吧，她不是3月22。哦。我跟那谁也差一天。你跟谁啊？那个啊，张晶吗？那谁，我跟郝运差一天，他是3月8号，我是3月7号。啊，对，哎，还那谁呢？说的怪亲切。你去了之后，就发现有个女生很爱做这个东西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在咱们房间吗？不在咱房间。可以先边吃边聊吧。先吃吧。先吃吧。你也没吃饭吗？好。那喝个水。好吃，真挺甜的。是你我全场最佳是吗？你没吃吧？没事，先吃吧。这个，没事。为你端过来。谢谢。那他选什么房间？好想知道啊。你是选的哪间房？太好了，谢谢珍珍。他有选择吗？对。我有选择。你还有的选啊？嗯，可以猜，我猜你选莫兰迪是吧？也是602啊。那你是60。一。一。哈哈哈！你是601啊？那边已经有3个女生哎，这个世界又拥挤了一点了。对啊。哦，那我们坐的好巧啊。
真的好巧啊，真的做的好巧、啊、这边602这边601。哦，真的，两栋房。所以你们早上会吃早餐吗？会做早餐吗？走得早一般来不及。其实早上都吃，基本都吃，跟你上班大概时间段，然后你就可以一起约起来吃早饭。那所以您早上是几点上班？哎呀，干嘛？你要约他吗？我现在还没有去过小屋，所以不知道通勤的距离。啊，那你工作地点大概在哪？哎，在这附近15分钟车程左右。望京那边。哎呀，我跟他应该还挺近的，我在国贸。哎呦哎呦，那你可以比他晚起来一点点，就晚出门一点点。比我晚一点，我9点半，你10点，差不多。啊，得意的。我来自广西，刚刚忘记说了。哦，来自广西。柳州，就是螺蛳粉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就是那个老表的那个地方。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老表那个方言就是。老表什么意思？就是兄。表哥。表哥。对。有共鸣了。我觉得广西人的那口音还是挺好，挺有意思的，听又听不懂。表哥啊，表哥，谁又谁不会？表哥啊，你们说的好像哦。你们应该离挺近的吧？你们俩跟他，广西跟四川对的，对，很近，挨着，就是这两边说话的时候能听懂。你是四川的？自贡。我会一点点四川话，对，就是通的，我们是通的，哇，就是我说句话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你能听懂吗？欧哥，能听得懂。但我不知道，我想的话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可以听得懂吗？那这样吧，以后咱们601就说四川话了。哦哟，哎呦，哎呦！哇，我猴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猴哥，不用担心。所以你是汉族，你是汉族是吧？我是苗族。哦。你是苗族啊？会不会给我们下蛊啊？啊，你有点了解，是吧？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今天回去偷偷下个情蛊，你明天就会爱上我。这么狠的吗？啊，注意发言哦。哦，还有这些东西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厉害。哎，傻逼脸。四位无聊的女性，快回来！啊，这一会儿都睡着了。等会儿遇见新朋友，一会儿我就不打上了。笑死我了！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。你也太好笑了吧！是很冷，这样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，我也跑掉了。在家里面的是品如门吗？回家的诱惑。你叫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叫王凯志。别闹，别闹。啊哈哈！真的好皮。有什么能够帮我记忆地方吗？曾昭浩，然后王昭君，对，昭是王昭君的昭，浩是崔浩的浩。崔昭浩，
对，我叫王凯志。凯志，我会努力的。小红，可以叫他王总，叫小小王就行。小王，王总、曾总、小红，知道我的地位了吧？那你在哪上大学呀、啊？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。他俩你俩校友，真的、啊？真的？你是哪一？你是2017年毕业？嗯、我是2018年毕业。厉害！那你是哪？我学普语。三教。哇！哇哦！天哪！好巧。那么巧。你刚说你是天秤座是吗？我吗？你俩是天蝎，天蝎座的呀。你俩天蝎。嗯，对。小猴呢？我天蝎，他俩是天蝎。我俩天蝎。我是太阳天蝎。哦。挺好，我们小吴文体两开花了。我就说，肯定有一个会弹钢琴，因为我们这里边都不会弹钢琴。既然有一架钢琴在那个房间里，但是你还没选那个房间。嗯，你天天跑人家房间去弹一下，他们享受完，然后你回屋住。我们可以把他们钢琴驮过来。哎，那算了吧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可以的，这事儿就交你身上了。钢琴多重了，搭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咱们602终于有人可以教声乐了。谢谢，我教教我。先教教我们吧，把我们都想学唱歌是吧？五音不全的哦，五音不全呀，那有点难。那咱们确实需要一个琴了。我觉得咱们这个屋真的就是体育可以跟大齐练，大齐是马龙和许昕的队友。没有没有，好厉害！现在等于是半退役还是？没有，还是运动员。哦，我得打完这两年，然后现在也在逐渐的向其他优秀教练员学习，想做一个这种。铺垫在转，就是在转，会打不一定会教嘛，尤其你教小孩子，嗯，就我挺喜欢做这个行业，教练、教师，我因为我那个人格那个测试是挺适合做这个。大企鹅，反正我就是那种不是特别喜欢循规蹈矩的人。哦，可能我们刚简单的接触，给我们表达出来又显得就是很理智，很那个，也有理性一面，反正很理性。但我这人底色其实还是就是非常感性的，就是还挺搞笑的，是吗？那以后我这活我不干了，搞笑这活你干吧。不，我是负责那个捧哏的，就是还是得有一个人逗哏。这活我不干了，搞笑男没有爱情，我不干这活。我不是搞笑男。后面两位完全插不上嘴，后面就是兄弟座。你好像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29。不像吗？其实也像也不像。话都让你说，是吧？也像也不像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其实就想问问你一个真实的答案，是像真的不像，像22的，行吧？那我就好好开车。我觉得他们聊得好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希望他们继续这样。哎，后面有人吗？